所以我要做三朵，我要做三朵，一样把它卷起来，松松的卷就好了，不要剪得太紧，不要剪得太紧哦，这样松松的卷，卷好了以后往后折，折起来以后用剪刀把底部稍微修齐，这样再做第三个，再卷一次哦，最后一次机会，要注意看哦，松松的卷就好了，不要太紧，很简单，对不对？卷好了以后往后折，再把它用剪刀稍微从中间这里，从底部这边哈，把多余的修掉，这样我们就放在这里。要请你们到前面拿，因为它只有一小块，我很难这样包，所以等一下请你们到前面拿。这是我们粉红色的第二个造型哦，那我只要这样一小一小个，很小一个，这样小小的，我稍微把它搓圆，搓圆以后搓成一个小水滴，有没有？搓成一个小水滴，好了以后用大拇指跟食指把它捏平，这样再来，这样就是叶子。好，那我们把它放在这个缝隙里面，这样叶子，我们共会做三片，捏一个小圆球，小小的就好，大概0.6-0.7公分直径的小圆球，小小的一个，非常的小哈。好，好了以后搓圆，搓水滴，搓圆，圆圆的，好，没有缝隙了，搓水滴。水滴大概会1公分左右的长，这样好了以后，用大拇指跟食指的指腹把它捏平，就变成一个叶子。这样就是一片叶子。好了以后，放这一边，这样好，再一片。这是第二个造型哦。叶子差不多1公分左右的长，这样好。叶子做好了，这一个造型就插一个小圈圈，这里有小圈圈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所以我这里有一个推压模，这一个圆形的推压模。那你在家里可以用任何的东西来，用吸管也可以，还是你家里如果有在做蛋糕，有花嘴，有圆形的花嘴也可以用。那如果没有的话，用吸管，吸管那一个圆圆的也可以去戳这一个小圆球。那我把这个糖擀平了以后，你们有一块小的白色的，你可以稍微把它擀平，擀平以后就在这边，擀平了以后我只要扣这个小圆球，扣一下把它推出来，就可以粘在这个上面，
我失望完了，等一下这个都会放在公共区域那一边。上网了，哎、欸，你已经被直播了，没有害。记得回去那个自己看哦。哎、欸，有没有说几句话，特派员？交给他们，你让他们会忍不住会掉下来。交给。